哎，看我的，三姐，怎么了，弟弟？你看我这个穿着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你要干嘛？相亲啊！相亲？你穿拖鞋相亲？你疯了吧？二姐，弟弟，你刚才住了多少天啊？这是什么？要你管？弟弟啊，你要不要向大姐申请一些相亲基金？你这个也太不尊重女方了。别呀，他要说。整天就知道趁着要钱，现在关键时期不知道节约节约吗？你不当家是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吗？赶紧干活去！大姐，我平常是这么说你的。是的。想要什么鞋，给你买。就在德国 APP 上买就行，都是限量款潮鞋，先鉴别后发货。现在还有新人活动呢，我早看好了，相亲绝对潮。小朋友，你是何时看到我好？温色梦。假如男生只能回复一个字。大姐，刚刚女王姐说到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要买点大牌化妆品呢？容易一下。啊？三妹，你有没有觉得男生但凡用一个字回复女生，超级？啊？对对对。不行啊，我啊，忙了，超级多。弟弟，有点看。来。跟你说，大家在家一定要学会说对不起。啊、二姐，你这口红越来越不上档次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姐，你工作太辛苦了，帮帮你。大姐，小编是在造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三姐，哇，你脸好可爱啊，生气不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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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我去，三姐，我是你亲弟弟。现在先救我。看我如何把一颗糖卖出100块。三姐，那给你个糖吃，好吃吧？嗯。100块。谢谢大姐。大姐，给你个糖吃，100块。大姐，吃糖，给我100块。给你100块。这就是你们羡慕的弟弟。这个我用，我用。剪刀石头布，谁赢了谁用。再来一个。啊！弟弟，我来个日光浴。让你日光浴。啊！这样没跟我抢沙发了吧？大姐。你看这沙发我就用了啊。怎么这样？赶紧收拾。嗯。就知道欺负我。三姐老规矩，谁先到谁用哈。开始。三姐你怎么又耍赖啊？哎呀，你又抢了沙发上的一片。我太难了。弟弟忘记买礼物的后果。大姐，有没有吃的？哼，也配。啊，干嘛？二姐，大姐今天怎么了？火药味很足呀。你就往后稍稍吹一点。三姐，好好想想你今天的存款。三姐，其实我今天什么都没做啊。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干。哦，明白了。其实礼物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在这里，男帽女内9.9包邮系列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开玩笑的。点击下方或评论区链接，有我给你们的神秘惊喜哦。不行，大姐，这是我给二姐的。啊、我跟你说，我给二姐。啊，三姐。弟弟，你再给我，我刚好渴了。
不行，是我们二姐的。二姐，二姐，啊，那最后一瓶牛奶给你了，你看，我都帮你打开了。对啊，你赶紧呀，赶紧快点磨，就帮你打开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完犊子了，过期了。实话大挑战，三二一，开始，绝对性感，绝对有人缘，绝对有家庭地位，谁恋爱次数最多，谁脾气最暴躁，谁最好看，谁最爱自己。Oh, 明晰里的人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可取代的认真。别的小姐姐收到私信都说：“小姐姐谈恋爱吗？小姐姐有男朋友吗？小姐姐我可以做你男朋友吗？”我收到私信都是：“小姐姐还缺弟弟吗？小姐姐我可以做你弟弟吗？小姐姐可以叫我一声臭弟弟吗？”你们真的是有毛病啊！你不孤单，有我早安。Good morning!